大家好，我是小徐，今天带两位阿姨呢去参观一下养老院，然后还有其中有一位阿姨呢是要这个入住养老院。好了，我们出发了。今天的天好热呀，29度。我应该是叫您阿姨还是叫姐？您今年是多大岁数？我都50多了。50多了，那是够年轻的了，其实。就那个门。哦。哎，叫个啥呢？进门要扫码。立马允许通行。两位阿姨呢？是一位是汕头的，一位是济南的。这济南的阿姨今天办理入住。看养老院里面现在就像赶集似的，来的人太多了，哪儿哪儿都是人呢。这边还有很多的小朋友，可能是老人把孙子外甥带过来了。看这个办理入住，前台也是好多的人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没拍视频，因为来的人太多了，每天都在接人啊。办理入住，先送阿姨去入住，再带这个汕头的阿姨去参观一下这个这边的养老房。这是一个一居室的房间，一室一厅一厨一卫。没事，拍不到你们的脸，我会注意的。这是个卧室，您别跑啊，我拍的地下。阿姨50多岁的话是这个主要是以体验为主，对不对？是为这个以前以后这个养老所准备的。要带他妈妈来。嗯，要带妈妈过来。嗯。卫生间还有一个宽敞的。这个卫生间挺宽敞的。啊，卫生间还挺好。嗯。没事，你看我都拍的下半身，看不着脸，你不用害怕。我害羞。你别害羞啊。这个18楼就是卧室，卧室这个地方没有阳台，嗯，就是少一个阳台，楼层往下的话有阳台。不过这边的这个窗户，这边的窗户直接就可以看到那边的海了。嗯，前面这边就是海，嗯，这景色其实看着挺近的，但是如果走着去的话，还是得走个20分钟吧，起码，应该有15分钟也差不多吧。那就东西先放这儿，您东西先放这儿，然后咱陪着这个汕头的阿姨，然后咱去带她参观参观其他房间。啊，这个窗是可以这样开，也这样可以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是内倒的，它内倒的话，它就转朝上是可以内倒的，然后转一下的话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样不是内倒的话，不是直吹风嘛？它就不直吹风了，所以它是。弄成这种两排式的，南方没有这种窗户，没有，没事。前面就是老年大学，上各种课程都在这个楼。这个楼呢，就是住的是这个半失能以及失能老人。好了，咱们去那个最头上那个房间，西边户的。啊，西边户。咱们来人家房间，先来看一看这个西边户。这个就有一个小阳台。这个屋子有阳台，对。两个窗可以开吗？都可以开啊，而且这个最好的是这个是厨房客厅这个地方有窗户，这做饭啊什么的，嗯。看这个拉门不错。这个挺好，我第一次见有老人装这个东西，其他人都是弄个帘子。等我弄完，厨房的更个。你看厨房还得改。厨房也是这种推拉的。做饭的时候就拉倒。把这边厨房隔一下。这是一个卫生间，新买了一个大冰箱，这么大的冰，哎，不是，不是冰箱，洗衣机啊，弄了这么大个洗衣机，然后自己安了个帘子。这个样子可以洗澡的话还能隔一下水。最后一站来餐厅看看，好多人呢，还有不少在排队。时间已经有点晚了，菜不太多了，我们先吃饭了。